好，今天来教学如何用小宝拳接485的圣机。首先小宝拳上面有一组485的接头跟 DC 12伏的电源供电，所以把这台我们定制的485圣机接上去之后，485的接口跟电源这样子就接续完成了。再来使用小宝拳的 DI 接口做触发的动作，让我们触发。好，触发完成之后，它就会跳出 Nine Notify 的讯息，所以我们就会接到摄影机进截图，一起传到 Line 上面。